好莱坞明星首映，足迹，街头艺人及满坑满谷的游客，这里就是好莱坞最重要的观光地标——中国戏院。第一次到好莱坞的人，大多都会到中国戏院朝圣一下。一到这里，只见大家低头弯腰，满地寻找着自己偶像的手印跟脚印。其实你也不一定找得到你的偶像，因为不是每位大明星都能获邀去盖手脚印的。即使地上每个名字你都不认识也不要紧，因为至少有一位你一定读得出他的名字。他的方块字在众多蝌蚪文中一枝独秀，这位就是华裔著名导演张悟吴宇森。他的名字在靠人行道边上，看得懂中文就绝对不会错过他。中国戏院前的空白水泥位置越来越少，电影名人要受邀上去留字的困难度也越来越高。吴宇森在2002年印上手脚印，从此便成为华裔游客来此争相埋头寻找的明星手印，可称得上是好莱坞的华裔之光呢。作为美国极具代表性的观光胜地，为何是一座外观充满东方气息的中国戏院呢？说到这座戏院的历史，就非得提到这位活跃于二三十年代，在美国电影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好莱坞先生格劳曼。1927年，这位剧场之王在此修建了世界闻名的中国戏院，这里一年四季游客不断，人们可以在此欣赏明星大道上的名人签名。奥斯卡金像奖从第16届开始在此举行颁发，可想而知，好莱坞中国戏院也成为全美最著名的影院。这座以中国古代宫殿式建筑外观闻名的中国戏院，69尺高的青铜色屋顶高入云霄，犹如一顶古代武士的头盔，柱上装饰的图案和鬼面具更是充满东方神秘色彩。然而中国戏院最吸引人的还是戏院前庭那里近200位明星所留下来的足印，每个游客不是忙着拍摄自己偶像的足印，就是把自己的手放在明星手印上好好的比对一番。中国戏院前庭这些手印、足印的由来背后也有许多有趣的小故事，其中最广为流传的版本就是当时有一位默剧影星在一次参观中国戏院建筑工程时，不小心一脚踏进未干的水泥地上而留下足印，也让目睹这个过程的格劳曼灵机一动，陆续邀请许多巨星前来留下足迹。根据常年驻守在此担任询问解说的工作人员透露，这些星星中最受欢迎的、被拍照最多的就是玛丽莲梦露。那就赶快来看看这个美国人心中永远的性感女神玛丽莲梦露的足迹吧。作为东西文化结合的中国戏院，早已成为各国旅游者赴美必游之地，但来这寻找大明星的足迹可要先做点功课哦，否则要在满地密密麻麻蝌蚪文中找到自己的偶像可真有点难度。所以在中国戏院找星星也要一张星星地图才行。戏院前长期有众多电影人物 cosplay 角色扮演，这是普通民众装扮后在此与游客们合照，制造到好莱坞一游的气氛，赚取小费，长久以来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按照美国传统习惯，如果与这些电影人物合照，切记要给至少1块钱的小费，这是基本的礼貌，所以来到中国戏院可要有寸步难行的心理准备。这就是闻名于世的好莱坞星光大道，在好莱坞和美国演艺界
争取将自己的名字刻在星光大道的名人走廊上，是众多演员终身的目标。目前在星光大道上留下自己名字的美国著名导演、演员和其他文艺界人士有2400多人，华裔武打明星李小龙和成龙都在其中。找到偶像的脚印了吗？找完了，不妨走几步路到 Hollywood and Highland Center 逛逛。这个购物商场有一对埃及和泰国大象的墙壁雕刻，也算是观光景点。而鼎鼎有名的奥斯卡颁奖典礼就是在这个购物中心的柯达剧院举行的。这所有的一切都在中国戏院隔壁，谁说中国戏院不是旅游观光客最重要的一站呢？随着双层观光巴士游览，您将了解到好莱坞及洛杉矶的历史，也将知道加州西岸神奇的娱乐文化是如何创造出来的，明星们在哪里出没，也将知道加州西岸神奇的娱乐文化是如何创造出来的。明星们在哪里出没，哪里才能找到真正的乐趣，还有更多更多令你意想不到的收获，说不定你就是下一个诞生的好莱坞星星。